对，咱们不打 PK 哦，咱们可以给这些刷礼物的点关注，给这些点赞的点关注，咱们，指出这个事情啊，对吧？对，咱们不打 PK 哦。那天，哦，就是那天那个富婆娘，那个女的，老是。在私信上跟我说，哦，发什么什么这样那样，然后我现在一句话都不回他，他不知道，到时候我的账号被他举报了，怎么就我就惨了。他说最起码，一个二师兄1000，然后三个就最起码给他找3000，这样那样。但是我怕这个账号被他举报，被他拉黑，不是，被他那个啥，叔叔不多，只有个他妈妈退还没退，真的，他说，本来一个二师兄2000-3000块钱，他也不说了，他就让我，搞一个3000，这样那样。哦，咱们给个送礼物的那些哥哥姐姐点关注来，你们送啤酒的我一个一个给你们点关注啊，给王菲说对不对？给王菲说好的好的啊，那咱们就这样子，咱们就说好了啊，等什么时候王菲来了，我就专门找两个调解这件事情的。感谢我欣赏事实大哥送来的啤酒啊！给欣赏事实大哥点关注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这个是最好的，目前我想到最好的办法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包括你们也关注我差不多4-5天了，但是我这4-5天都在。想这些事情，就是有空的情况下，我就想这些事情。感谢我的西罗送来的啤酒。你们是送上什么地方的？我们是送上大连上的，我们是彝族啊。感谢西罗送来的啤酒，给这个西来，我给你们点关注啊。你们谁说？感谢我小秀啊，我也给你点关注了。感谢我的浩哥，来，我给你们点关注。感谢我。豪哥啊，感谢我豪哥啊！你穿这个衣服不冷吗？因为我在家里面啊，外面的话现在是冬天了，白天不冷，但是晚上的话冷啊。你看我的这个那个啥，还是冷的啊。感谢我的明年啊，感谢你们啊，感谢你们出来的啤酒啊，感谢我浩哥。感谢我浩哥，所以这个事情的话，只能这么搞，真的。虽然没有那么懂事，但是这个事情，他们因为我也经常看这个王菲的直播，经常，真的，他们每一场直播我都。从头到尾我都看到下播的那种，感谢我快乐幸福送来的啤酒啊！咱们给这些送啤酒的点赞哦！我本来那天想的是那天 PK，那个大哥叫什么来着？好像这个浩哥那天好像支持了好多好多块钱哦。我们不是过完年了嘛，然后有香肠有腊肉之类的，我本来是送给大哥。感谢名言什么名言啊？怎么跑到哪里去了？感谢送来的啤酒哦，给他们送点腊肉啊，香肠之类的，结果第一我都被那个富婆子给气疯了，
然后，感谢我的七天雨水啊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我的七天雨水送来的啤酒啊！你打电话给王菲，王菲赶紧来救俺们！好的好的，我现在好像王菲那边家里面也出一点情况，500鸡猪瘦了吗？他一直在私信问我呢，他一直都在私信说，也不用什么3头20秀，2头20秀了，问我要1头20秀啊！感谢送来的木鸡啊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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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来的木鸡啊，感谢。下次不要打 PK 卖货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好卖的，只能那些沙货各方面的还可以吧。但是，我也不会卖，我也不会在直播间乱搞，因为我不是，我也对吧？我只不过是，你看我都不会开播，也不会拉黑别人，各方面我都不会，我就，哼。跟你们聊一下，开着直播，跟你们聊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，各方面哈、咱们说沙货，让王菲教你，对不对？哦，沙货的话，我们这边卤产品特别的多，真的，我们这边卤产品特别特别的多。那下次王菲来了，让她教一下嘛，教一下。但是，咱们。不卖货嘛，咱们不卖货，咱们就纯属的娱乐，就是聊聊天，就是你们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的时候，下几天，你们有什么山货？哦，我们这边多着，因为我们这边海拔也比较高嘛，海拔也比较高，然后，真的，我们这边的山货各方面，啥都有的，我们这边。你把王菲的事情解决好了，买土产品卖给我们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王菲事情的话也不是我说了算，这个我不能跟你们打包，但是我尽我全部的，对吧？尽我全部的这个，力量，帮助这个王菲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小小和他的距离，让你是怎么？兄弟，你去给艾美叔叔说了没有？对不对？艾美叔叔和那个拉土子的爸爸他们两个是好兄弟。或者你们刚才后面来的啊，咱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然后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刚才我所说的话啊，我的意思就是，现在不是王菲也还没来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我自己也一个人也不好说，王菲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然后我的想法就是，王菲来了以后。专门找两个调解这些就是有威望的，就是专门调解这些事情的，专门找两个人，和王菲他们认识一下，然后，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这两个调解员说，然后找他们，让他们两个去找阿美的叔叔，是最好的目前。然后这个阿美方面的话，必须得找到王菲这边，但是阿美我说了他也不听，因为那天我跟他表姐说过了，他理都不理我，他理都不理我，所以。目前的话，只有这个办法是最好的。
对，主要是阿门，对，主要就是阿门呀、啊，阿门，要是站在王菲这边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好说了啊。叔叔拉说透，只有他妈对，拉见的村长嘛，拉肚子的爸爸就是村长。阿美没有主见，对不对？阿美的话就是心地善良，这个主见不主见的话，他主见又能怎么样嘛？对不对？他始终都是一个女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始终都是一个女孩子嘛，所以。有有肉连麦是不是？来来连麦嘛，然后咱们给这些送啤酒的大哥大姐点点关注啊，给这些大哥大姐点点关注。叔叔做了阿美这样的主，能搞定叔叔就行了。对啊。有可能王菲的爸爸妈妈也给了阿美的压力。王菲的爸爸妈妈应该阿美应该没见过吧？因为他们直播我都在看，但是，好像，对吧？好像没有王菲的爸爸妈妈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过王菲的爸爸妈妈没有？我好像我在他们直播的时候，我只看到过，小小的爸爸吧，什么张总那个，就是胖胖的、矮矮的，那个很气人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小的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小小的爸爸真的很气人哦，不可能跟阿美眼里对啊，对啊，我的话没看到过王菲的。爸爸妈妈啊，我只看到过，那个小小的爸爸妈妈啊。感谢这个送来的礼物啊，这个什么，八一大哥，我给你点关注了啊。小小的爸爸，对不对？小小的爸爸，对，我也看过那个胖胖的，什么张总。喂？喂？喂？不是你，你在睡觉吗？怎么他什么情况？我的网络卡了是不是？有人叫你连麦，我连了，但是他在睡觉啊。来来，我跟八一大哥连一下，八一我回关你了啊。喂，兄弟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大哥。我在榜一啊，啊，对，你在八一，你是我。八一大哥的吗？没有，谢谢。就我在这里说几句话吧。啊，你。如果你能帮助阿梅和王菲那个事情的话，有你好处，我私人给你5万块钱。这个事情的话，我用，反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这个是。这个人品包括各方面的问题，所以，反正我是尽力哦，我是尽力把王菲和阿梅他们两个啊，但是这个钱不钱，咱们就不谈了嘛，好不好，哥？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就如果我有钱办事的话，证明我这个见钱眼开，我这个为人，这个做人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也是成都人的。对。对不对？如果你也跟我借，王菲也跟我借，
我八十的话，我自己联系会过不去的，哦。对不对？那点话费，他说他跟我转钱什么之类的，我都不要。没真的，事，反正你这能个帮着王菲就可以了。钱是收了之后，就是这个租人底薪是最，对吧？嗯，没事的啊，有你是经成济都就的行吗？了。你也是成都的吗？我成都的。哦，有时间就加个微嘛，加个微，然后，欢迎来到我们大凉山这边来玩啊，行不行？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到时候过来找你玩吧。我们这吃边饭那些没关系了。最，我们这边最好玩就是，过火把节，然后，过年。过年的话已经过完了，火把节的话。哦，是不是11月20号过年是啊，11月20号是过年的，然后啊？7月20号是过火把节的。哦。哦。我都不懂你们那些，没事，有我在嘛。哦，没事，有空等一下加个微信，到时候过来找你玩吧。啊，吃饭那些没关微系。信是加急的，但是你不要说钱不钱啊，5块钱的话，对不对？证明我这个人品有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没见事钱的，眼那开了嘛，写对不问对？题，没事，写问题。你有时间的话，下几天一样，咱们就光聊着天，然后你就跟我刷呵呵，礼物啊，留念费就可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就行了好的，哥，那你先那个嘛啊。你先出门没啊，事现没事，在时间也有点晚了啊，好吧，然后我和其他人连麦一下，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好好好。好的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我白衣大哥他也是很关心，王菲和他们这个事情的。你看他都说了，如果我能办得到王菲的话，他就给我5万之类的，这个钱不钱，对不对？咱们不成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们都是，你看我大哥都拿5万块钱来办话费了，我为什么？我在这边，我为什么我不能全心全意去办话费了，对不对？我家白衣就是现在白衣大哥也是王菲的铁粉，王菲的粉丝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王菲的粉丝，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都拿5万块钱来把这个王菲这件事情了，为什么我？为什么？不能全心全意去帮王菲嘞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咱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王菲的粉丝，而且你看王菲都，教我怎么开播，教我怎么玩这个抖音，你看，所以你们这些王菲的家人们。王菲的粉丝们都关注我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，比如，以后事情解决好了，咱们也可以，对吧？有空的话，像现在一样，可以聊聊天，说说话，就是无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可以这样子帮我了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不行嘞？你好，不是，打 PK 吗？你想干嘛？就想打一把 PK。啊，不打不打。好。我这白衣大哥才不打 PK 呢，对不对？他刷的话，现在这样子刷也没事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这样子刷，然后，给他点一波关注也没事的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要打 PK 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卡了？
对不对？王菲的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又来干嘛？什么？又来干嘛？叔叔，挂掉！我已经挂掉了啊！抓紧时间办，支持正能量。你给王菲打电话，叫王菲找找她的表姐，又去退婚。嘴上说赶紧办。你们到大连上怎么找你？没事，你来的时候，跟我，私信嘛，私信我就看一下嘛。那天王菲公司有事回去了的吗？对，王菲回去了，王菲回去了。现在王菲不来的话，这个事情根本就办不成，事情就办不下来，懂不？来啊，咱们现在点赞是多少了？狗是百千万，点赞能不能往上点一点点？行不行？虽然我知道你们肯定累了啊，就是那个啥，他找着调解调解了嘛，解决不了的话，直接找电视台调解是不是？应该没有夸张到那么这一步啊。现在王菲回来的话，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你们是在大连上还是小连上？我们是在大连上这边啊，我们这边有很多个旅游地区，就是卢金山、球海、泸沽湖，还有我们这边有世界最大的，第二威胁瀑布，就是从山里面出来的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。第二个威胁瀑布就在我们这边。帅哥，你是不是跟到阿米家说好了？阿米这说不脱啊，现在，说不脱。扒王菲，这个王菲的话，我肯定扒的啊。阿贝给阿吉打电话，对不对？你是马边的马边县的吗？我不是马边啊，我是大凉山的，我是西昌这边的，我是西昌这边的啊。找他妈妈，痛苦疏通才都会，什么个什么？加油，阿斌！加油，赶紧加油！我们都着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也着急啊，我也着急。找谁都没用，只要阿美自己说退，对，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啊。这个阿美是最关键的，但是阿美。只能王菲她自己去说，懂不懂？只能，王菲她自己去说，才能听王菲的话。我们说了她不听，我们只是，比如我嘛，我是站在王菲这边的，而且这边也是我的老乡。然后我就站在王菲这边，然后只能找两个调解人员，让他们王菲他们坐在一起商量一下，然后多给一点米，多给点钱给这些调解人员，各方面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事情给他办下来，还可以。我的话。只能做到这一点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我只能这样子，我不可能，对吧？感谢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加入粉丝团啊，感谢。
对不对？我只能做到这一点。感谢我爱的坚守送来的人气票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做到这一点。来，你们躲的都打个赌字哦。你们躲的哦，都打个赌字，行不？对，我只能做到这一点，因为第一，阿美也不听我的话，他肯定听王菲的话，对吧？再第二，那天我也说了，我也跟阿美的表姐说过了，但是阿美的表姐始终也决定不了这件事情，我跟拉图家他们也说了，他们也不听。那天我去拉祖家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他们10多个亲戚朋友聚在一起，三个主持，感谢我用户送来的母鸡，给这个用户大哥点关注。然后他们是怎么说的？那个他一个表姐，不是表哥吧？表哥还有这个拉兔子他们。还有一个拉祖的弟弟吧，他们两个说王菲是外地人的，他不管怎么样，要不咱们去搞一下他，怎么样，然后就被我拦住了。他们说宰一下他的车怎么样，然后吓唬王菲，因为王菲是外地人嘛。他们去校服，就是给王菲一个下马威的意思，就是吓一吓他。然后我就说，这样那样，我就，被我说了，然后他们才不去呢。感谢送来的墨迹哦，感谢。来，你们没有跟这个，把用户用户哦，感谢我这个用户哦，感谢，没有给这个用户点关注的，给用户点关注啊，用户我也给你点关注了啊，感谢。还有给这个八二也点一波关注啊，用户啊，感谢。用户我已经关注你了的嘛，我已经关注你了，八二我也给你点关注了啊，后面的啊，咱们，有礼物的话也帮我上一点吧，没事啊，咱们不扯那些，咱们就说事情嘛。那个不是小小旺，阿美你干嘛？阿美只想给王菲，王菲也没办法说，什么个什么？阿美这边就没有表弟表妹吗？不是，她有一个表姐的吗？阿美这边。这样是违法的。然后我那天我就给他们说了，那个啥，给他们说了，现在人不是就没有那个吗？已经好了，什么个什么？昨天晚上，阿美表姐答应，只要让王菲去她家。你有王菲电话号码吗？你打给王菲，叫王菲快点去救救她。我们看到老叔叔对阿美那么凶，对呀，因为阿美的叔叔和这个拉兔子的爸爸，他们两个是好兄弟。